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啊，我们继续来玩王者荣耀啊。我们前三期视频玩的都是战士啊，近距离攻击职业。那这次我们来玩一个法师啊，还是可以召唤宝宝的法师米莱迪，很有意思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对手的法师是谁，妲己啊，妲己，这好像是妲己新出的一个皮肤。哇哦，回血典韦，又有个蔡文姬。孙向香绝对也要买回血装备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出一个王者荣耀梦魇呢？享受比赛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先不管那么多啊，先冲。至于出不出梦魇之类的东西，后期我们再看啊，后期再看。这个布局操作不知道对不对啊，不管了，神的礼物，稀里糊涂玩了再说啊，朋友们。来妲己，我们来看一下妲己，等他先放技能，来我们打小兵的最后一下，可以再召唤出一个小兵，上路估计抓不到啊。孙尚香是很能跑的，来一个小飞机打一下，看一下这一个，没抢到啊，没抢到不要紧。哎呦，你很牛，对不对？你看闪现没了吧？好像这个必须出出财，朋友们。那我第二件我就出制裁啊，来出一波小制裁，收到，来吃我一套小飞机，现在伤害好低呀，没有什么伤害啊，跟我玩，哎呀，留恋感情会让人永远徘徊，主宰暴君降临，来典韦躲着没有用，闪现马上秒交，闪现朋友们，这闪现不交死得惨，请求集合，上面的射手可能下来了啊，躲一躲。神的礼物附带有昂贵的，我现在有绝招了啊，好，那一个下去了，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机会。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带走妲己。跑得挺快，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微笑这种表现太……中塔一定不能掉，没办法支援，中塔也要守住啊。他们上塔也掉了啊，妲己去下路了，他去支援，我们做什么，直接拆塔，朋友们，大招拆塔非常快的，减个速啊，没了，看见了没，他只要去支援一波，他的塔就没了，来减个速帮我们张飞，典韦可能在下草啊，那个也上来了，赶紧溜，朋友们，这个设置有点问题啊，朋友们，设置有点问题，请求集合，
设置有点问题，我还有点不适应啊，我赶紧调回来。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就这个固定镜头啊，固定镜头。我们找机会把中二塔跟他拆了啊！这里两个人赶紧留。好的，我们这一个字梦魇有了啊，梦魇有了。下一步我们需要什么东西呢？请求集合，收到。买面具啊，面具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预告一波，朋友们，预告一波，操作不熟练啊，发起进攻，新手，预告一波面具，下一个再买法穿。我站在这里很危险，典韦上来了，他落后了啊。统统转化为发电的动力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好，拆塔是我的责任。一个大招，很快，朋友们，我要去中路了。很快吧？微笑这种表情。我感觉这一局队友非常猛啊，嘎嘎猛，朋友们。请求集合，收到。这一局队友嘎嘎猛啊！我感觉可以很快解决战斗，朋友们，上卡已经没了。哎呦，直接来了个投降，这个太快了啊！我一下都没反应过来，对面估计是心态崩了啊，朋友们，心态血崩呀！这一波躺了啊，但是我们伤害大家看一下，25%输出，伤害不算低的了啊，在这里面。看见没，伤害第二。好，给队友点个赞。好的，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支持瓜的哥，把瓜的哥视频多多点赞，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